汪东城晒出和日本模特藤井丽娜的亲密合照，并配文：今天终于不是愚人节了，疑似公布恋情。汪东城从团体飞轮海出道后星途大开，近年事业重心转往内地，一样人气不减，但他事业如日中天，感情世界却始终成谜。16日竟无预警在微博公开与日本辣模藤井丽娜的亲密合照，还留言强调不是愚人节，引来大批粉丝涌入直喊恭喜。对此他也透过经纪人暧昧回应，希望给我空间。对此汪东城的两位好兄弟也下场助攻，疑似在盖章俩人恋情。郭品超转发调侃称，离开我是对，祝你幸福。陈亦如也表示，宝鲜肉三兄弟的另两位等着当你的伴郎。